两个宝宝的坐姿的差别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小妹，小妹大奶熊一个半月哦，然后差别在哪？颈椎有力，影响到他的脊椎，好、哦、腰，你看，所以人家就坐得很挺，对不对？好，看我们的奶熊宝宝，好，为什么要让他往前倾？因为他的脖子、颈椎不够有力，所以他如果让他坐挺，哦，你看，哦，他就会很容易摇晃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摇晃他就很容易跌倒，哦，然后你看，所以只能让他身体往前倾，然后呢，他的腰也挺不起来，因为颈椎没有力气，腰椎就没有力气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医生叔叔说要多练习坐姿，好吗，宝宝 ？OK 吗？奶熊。好，我们已经经过一个多礼拜的练习，终于让我们小奶熊可以往前，至少。好，奶熊加油！奶熊，耶！奶熊 Go Go， 加油！哦，加油啊！哦，加油啊，爸爸！啊，加油啊！如果你觉得累，你就扶着一下啊。姐姐，好，加油啊！谢谢，请勿往这里。